家失窃，我就是窃案被害人啊。那负责治安的人才该丢脸，这最莫名其妙。我家失窃，我就是窃案被害人啊。那负责治安的人才该丢脸啊。那这是妈妈多年的储蓄，那妈妈的钱被偷了，我们是被害人。啊，妈妈也不在了，老人家也不在了，现在还再一次的炒冷饭，还用这个要来抹黑，那负责治安的人他真的很丢脸。可是为什么那时候失窃是在台北市，要报在台北县？这莫名其妙，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扭曲。那这些事情已经炒冷饭了。